我们第三轮的美食任务呢是东北话考试。那他赢了呀。接下来我将出东北话相关的题目，答对一题得一分。当题目出现以后，我喊三二一开始抢答，两队谁先念出自己的队名谁来作答。好好，哎呦，真要念队名。如果答错，答题机会将转移给另一个队。我们直接比他们，他们比我们多三个字。你念咋地啊？要吐词清楚啊。咋地了？如果准备好的话，我们进行东北话考试的第一题，造句题，需要使用出现的英文单词进行东北话的造句。哦，你别巴巴了，行不行？对，哎、这很难的，这也不是英文的，还得我来。现在出我们的第一题，来，三二一，今天咋地了？明天是我们先的，绝对是你先。美博 ，chill， 他造句，造句啊？对啊，啊不是读出来他的英文单词、啊。等一下，我们讨论一下，我们讨论一下。来了，不是真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英文的造句，想、啊、是把它变成东北话啊 ？chill， 你这 chill， 我可以说，直接说，哎，我有个东西，我得回家糗一趟。哎呦。回答正确，曲，你还想说我们今天很？还是我们今天在来东北来 chill 这样子？你这个是正统造句。第二题，三二一，立正，立正。确实你快，对，不骗人，真。我，那你骗一下人嘛，确实我们这边快。那你们先答，来，这叫什么？你变嚷嚷了，对。哎，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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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变嚷嚷了，变嚷嚷了。回答正确，对，再说了，变嚷嚷了。别的意思是吧？就你拜给我添堵了，你拜说了，拜给我添堵了。刚刚是让他们，确实你快，而且他们耳朵里面听到的都是我们队的名，因为你们队名中藏着我们队的名，所以我们赢一天、啊。赢一天。哎呦，这名字取得有道理哦。好，最后一个英文单词、啊，三二一，立正，立正。嗯，这还不是我们，还不是我们快。一天就三个字嘛，我在后面添很久而已。哥，你们的，但是你们这边年龄特别大，我们这边年龄小啊，弟弟在这呢。你这人咋这么固动呢？哦，啊，也可以呀、啊，对，算答对，原答案是古的。对呀、啊，你固动的也对呀、啊。对的，对的。你看你一会儿都说对的了。第二大题是翻译题，我们请俊辉和韦博合作念出一段东北话。这故意的吧？我们要干嘛？你俩对话。对话。其实考听力，两位读完题目后，大家需要在一分钟内写出这段话的大致情境，哪队的答案越和实际情境符合的越多，作为获胜方。这是一个故事书吧？哦，这是个对话，谁是 A， 谁是 B？ 那就我 A 边哈，也不管了。不管对错，我们自信点啊！对，自信的演完就行、是。来吧，钥匙好像没了，你把锁别别。这没。你不要，你还是要清楚一点吧。没。这道理没。我也不知道没。那要是没，你让我别秃头了，别秃噜了，咋整？要别你哥哥别。我哥哥别就哥哥别。我就说没，你哥哥非得别的。刚才我哥哥也不到没就别咋的了，别坏了，再买一个别。你唠唠啥？我唠唠啥了？我唠唠。你啦啦啦啦的，还啦啦啥了？你啦啦别啦啦啦。下回没就没，没了就没是没了。告你别就别，别跟别瞎别了。你俩别了吧。写啥？写他俩的对话。他俩的对话的大致情境不用还原。我们口述行不行？内容太多了，太长了，对啊，太长了，啊，你们可以还原到完整细节，是不是？那可以，你可以啊，那你说，那个家里钥匙忘带，等会儿我们等他写完呗，啊，等他写完，说，那可不行啊，他在这记呢，我做记录，你要这样口述，我做记录，哪个家里怎么了？你把锁别开，杨哥看看我，你刚看哪儿呢？看。哎哥，我这腿有点疼，是吧？我看弟弟大腿，腿老疼了。杨迪，看看我，这谁啊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是。到底没是什么呀？不知道。好，时间到，来，口述方先说，然后答题板给我。你把板给他，他写都不会写。谁说的？
我这边我看不着。那个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不干了不干了，咱好好的啊。又作弊啊！就是一个人钥匙，你求谁呢？就是一个人钥匙没带，然后那个人说：“你看看兜里还有没有？我有没有不重要，我不告诉你，把门掩一下吗？你掩没掩住？掩没掩住不重要，你说我掩没掩住？当时我是告诉你。”把门掩住，那你在旁边跟我废什么话？你老说我废不废话？你废没废话呀？你说咱俩在这废话干什么呢？说这些有什么用呢？看镜头，看镜头，到底钥匙是丢没丢，还是门变没变？我们是不是应该各自想一想？没事，他居然可以把字字都讲出来，太厉害！迪哥，你们的答案跟他们一样，有一个人。他要开一个锁，但是他钥匙没了，他就让另外一个人把锁给他别开，然后那个人就是说，你吃块土豆。锁没没，你到底锁别啥别？你锁到底没没没？万一别坏了，就是再找着钥匙怎么办？然后那个人说，我也不知道没没没。你是把这个重复了一遍吗？等一下，什么叫没没没啊？没没没就是啊，没没没，对对对，有没有丢？还在不在？我赢了。然后他说我咋像那个初中的时候听那个英语听力一样的啊，要翘你就自己翘吧，那个个个就是自己你自己翘吧。他说我个个翘就个个翘。这题他要赢了，我就把后期吃了。你多了一个把门掩上，人没这词儿。对，掩上就是掩上。那里边还有一个，就是你勒了我干啥？你没就没了，你不想敲就不想敲，你为啥要在这瞎废什么话呀？对，废什么话要？哎，你别重复我的呀。爱咋咋地吧，我也不管你了，你要敲自己敲吧。翻译普通话就爱咋咋地吧。好难啊，天！你这个我听懂了。我那个，你那个纯普通话你没听懂。萱萱，你们公平的定，你说谁对，谁正确的多一点？正确率更高的其实是于洋，但错误率他也最高。但是呢，算你们对吧？不行。但是呢，偏爱在做东北话的科普方面贡献率更大，因为他解释了很多词儿。我记得比较清楚，但是我又用了另外一个东北话去解释。对对。那我也能用另外一个，我现在就给你来。钥匙整没了，整没了，把锁你给我弄开呀！到底咋的？你那个好，到时候就播这段，算我们赢。你们俩刚刚说的，伟博哥在旁边说，我觉得差不多，我觉得差不多，他跟他们差不多，他说，我整的差不多，我整的差不多，有吧？跟他们差不多，他说跟他那个差不多。来，让他 A， 你 B， 好，来 A 呗，开始来。要锁是没了，你就别锁别别。你把锁，你把锁别别，别管他，别管他，你把锁别别。到底没没没？我也不知道没没没。那要是没没，你让我别别别，别秃噜了咋整？要别你个个别。我个个别就个个别。哎，有没有筐？他要下蛋啊？个个别，个个别，个个别，个个别。我就说妹妹，你个个非得别别别别的。刚才我也个个也没到妹妹妹，就别别别别咋的了。别后来再麻一个呗，你聊啥了？我勒了啥了？我勒了。没，他没说勒了，他说你撩撩啥？你聊聊还聊啥？你聊聊，别聊。下回妹妹就妹妹，没了就没了，告你别别就别别，别个个瞎别瞎别。哎。你那个就是哥，你再来一遍啊、哦！我老喜欢了，你等我一会儿我录一下当铃声啊、哦！你把这个来一个，来你飞开始，我哥哥别就哥哥别，你看我早上是不是这个声就完了？哥哥别，我哥哥别。好了，这一轮游戏于洋队获胜啊！接下来是情境题，东北话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很多种意思，我们要让两队的。黑龙江籍的东北成员天爱和洋洋来演绎，其他的四位成员来猜他们的表演情境具体发生了什么。现在请天爱和于洋来我这儿拿第一题的题卡，就想看点小品。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开始。哎呀，这是。哎呀。呀。哎呀，这。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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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哎呀，哎呀妈呀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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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啊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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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差不多得了，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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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呀，你这演绎啥演绎？我演绎的，我演绎的。等一下，我都听到词儿了，感觉。哎呀，哎，哎，这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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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妈！啊，没有到那儿，就还在这儿。啊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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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啊！哎呀！哎哎哎哎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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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哈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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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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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找奶爷去，找奶爷去吧。好了，表演结束，三二一，开始！一点零咋了？一点零咋了？俊辉。哎，你呀、啊，哎，你呀、啊，这么巧，怎么在这儿碰见了？这是你家小孩吧？这么多年没见，长这么高了。说那个，快，我给点压岁钱。哎，别给，别给。快快快快快拿着，说那个快跟拿着和跟你妈走吧，回答几乎是对的。来，我要补充一下，他关键词儿没说，不是给你的，我给孩子的，你这弄啥嘛？这给你的，这给孩子，对吧？这个关键词儿。还有一个说，哎呀，都从这么高长这么高了，那么小哭那会儿我就抱过他，那他长那么点儿大，现在这么高了。好了，两位领第二题。你演那个发现没带钱的。哦，行。生啥的玩意儿？不可以说话，词儿别说词儿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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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啊！啊！哎！哎呦啊！你啥时候多了？刚才没多。你咋被他传染了？那酒酿瓜子儿啊！我们已经想答了。哎，你给我点镜头呗。哎，我这么赌，我还咋撵呢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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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哎，啊！哎，哎，哎呀，这！表演得很完整，我们三二一，开始抢答。二一，我们来哈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别，我来啊，我来，先我来。不对，你状态你得说。我还得一个人分饰两角吗？我还得。可以。好累啊。来，背，开始。我来。都别跟我抢啊！都别跟我抢，这顿我请啊！我来。你来什么来？我来请。麻烦好长，你们这样特别长，就来回折腾，来回折腾。服务员，然后突然压迫他，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今天说好我请，不给我面子是不是？嗯、我来、嗯。你来。要、哦、我钱没带够，他最后有个这个不？哦，对。然后就去，真不错，对了哈，说明我们演得好，他们答的就快。哎呀妈！第三轮的东北话考试全部结束了，恭喜于洋队获胜。